陈慧琳怀孕前为儿童产品拍摄广告，兼任代言人。昨日穿上平底凉鞋的她出席品牌签约仪式。凯莉大赞广告中的小朋友十分活泼可爱，让自己都被带动。但谈及让儿子虾饺仔与她一起拍广告，陈慧琳却并不赞成，认为她只有2岁还太小，要等虾饺仔长大再考虑。但是在广告里面的小模特儿真的很可爱很可爱，他们长得很 Q， 然后都很活泼，然后很会演，其实他们就是很自然的一面啊，也他们也把我带动了，就是比较活泼一点的。曾经有人会邀请我，但是他太小了，现在只是2岁啊。还有就是要问他的爸爸可不可以，但是我觉得现在年纪太小了，再长大一点再说吧。凯莉表示自己在怀孕后仍有坚持做运动，而生 baby 前她会有选择的出席活动，不再接需要去外地的工作，一切以腹中的孩子为重。同时也透露了自己第二胎怀的仍是男孩，起名字成了最大难题。就是在内地有很多演出的机会啊，有飞来飞去的那些工作都不接了，都退掉，大概有20-30场的演唱会都不可以做了。我的老公喜欢2个字的名字，然后他姓刘嘛，刘就是很难改，好听的都给人家改了嘛，所以很头痛。嗯，但是还有时间慢慢想吧。嗯。但我已经知道 BB 其实是男仔定女仔嚟。啊，对，现在知道是儿子。